Get in! Woohoo! Get out!球啊！哎，你卖叮当啊，我被围了。是吧？哎哎，我空了。哦，啊，你来搞我围个干那地下家的啦？是医生地下家。医生地下家。你真的是我的弟弟呢，我心内在想啥，你拢知影？我嘛出在公共的呀。啊你，哇！啊，走进的所在，我们都做危险。阿黄大神啊，这样几乎死死。哎，袂歹呢。我是讲，想要画图的灵感。绝对袂当用一个拍袂开的门，就去用锁掉的啦。哇！哎，怎啊怎啊？啊，你的图是带一百多啊？我还无伫遮，我搁袂遐搞啊。提出来看卖啊！啊，这是当上主要拢咧拍基础吧，拢咧画素描，是吧？虽然哦，我唔是专家啦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感觉你素描进步真多呢，而且你这工艺哦，画了袂歹哦，真有成就感。但肯定，你真正做老公的呢吼，你讲甲阮老师吼是一模一样啦。老师嘛有讲，我素描有进步啦。哦，过这款的哦，这这模特路身材袂歹呢。恁老师阁请真人模特路给恁画哦，赞哦。啊，老师讲，那技术真正想要进步，一定爱画真人的啦。西方的画家哦，一世纪之前就开始咧画真人啊。台湾总算有进步啊啦，我是基础已经拍了差不多，老师才让我参加人体素描的啦。啊，这只是大概一个形尔，比例甲线条拄啊出来，若是要完成，可能要一段时间呢。啊！你唔知偌久之前就答应讲要做我的模特儿，去年歇热歇寒，你拢秘伫个台北找无人，啊！你是上是要画画啊？即马有你画？即马？安尼。你是咧学你边仔迄阵哦？安尼你袂讲做眼药？你脚伫厝是要丢囡仔？
哦，讲你倒的啦，迄牌啊，你啊根本就不是人会当摆的。我知影，你头拄啊，你讲你咧画真人模特儿对哇？我怎么烫啥你画？你创啥啦？啊，烫啥好你画不要紧啊。头拄啊，迄个 pose 是安尼，安尼，安尼好，啊是安尼。你假尊讲烫衫的叫做专业哦，你用烫头给他涂，不要紧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无烫过对不？来，莫烫了，这条丝我不是你莫你来，你做啥烫过的啦？你创啥？来，我你看我身材好不好？好啦，就好就好就好。老朱给装了在路啊，有啦有啦，你上来啦。啥？我见着啦，不是约好啊？是的啦，啊！你出门的时阵哦，自动电话打来。进来进来，啊！你这一年哦，拢画啥？你做我看麦啊。这么济哦，啊！无怪你读册读未毕业，你时间拢摕来画图啊嘛。我你看，这张、这张，还佫有这张，看起来敢若是塞尚的作品呢。我的感觉啦，你敢若是咧模仿伊的风格，你是毋是还袂找你家己的风格？我的风格，我还袂想遐济啦。其实哦，一开始模仿这些大师的画风，嘛是一个真好的练习啊。你若想要找到家己的风格哦，拢需要淡薄时间啦。你只要安尼一直画落去哦，一定找会到啦。我还阁无啥个接受真实的人，也是无惊。老实讲。若是想要画真实物件，也是人物，爱先找到迄个物件是真实啦。啊，我观察你，佫需要训练。哎，舅啊，来来来，阿玲哦，来，你看麦，我的真实在倒。嗯，我看麦哦。嗯。除了甲我椅啊打垃圾。啊，亲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，我即马是看无你精神伫倒位呢。啊好啊，你竟然讲啥？我有在看我的精神，你讲我有精神问题？这是卫生，你莫卡袂着起。卫生嘞？好啦好啦，该讲算计了啦。哦，好啦，啊是当时要画画啦。好啦，等明珠考完试哦，我就有闲啊啦。较袂得讲，有民主来喙笑目笑，我就是要等下食饭，你豆豆仔食醋，食醋。阿达，你今日特别等去台北啊？咱吼，大家把握当下，把握时间，甲作品开始完成。啊，咱两个就已经遐熟啊，哪有要紧啊？真正袂有哦，你着凭印象甲画出来，绝对无问题啊。印象这款物件是无可靠的啦。人的表情、光影的变化，分分秒秒拢无同款，所以吼，咱要趁即马甲作品完成，到时阵开会进行啦。秋啊，咱们哦，我嘛总算是把握当下呢。嗯？经过遐尼侪年，我真无简单提出勇气向明珠告别，你知影无？
我对伊讲出我心内话的时阵哦，我的心中弦咧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用袂为我的胸腔跳出来。你嘛伤合啊！甲一个查某囡仔告白，哪有需要什么勇气啊？而且你是找这么多查某囡仔，你敢有差？哎，当然嘛需要勇气。一般的查某囡仔当然是无差啦。不过哦，拄到真正喜欢的查某囡仔，迄话哦，连面嘴舌都拍干啦，讲袂出来。哎，妄想你是这样唔知影。等你有一天哦，拄到你家己喜欢的查某囡仔，我再看你安怎变大只。答案呢？明珠哪会？明珠哦，一个就回我讲，伊敢若把我当作大兄。我听了这句话哦，心就冷。那你告白失败？国父革命十败才成功。我什么人？我陈建定呢？他有可能遐尔简单的认输？尾后吼，我真诚恳讲出我的心内话，讲出我对伊一片真心，希望伊给阮两年的时间来接。我嘛知影，英杰吼真介意，明珠对伊嘛袂歹。啊，不过我相信我阁有机会，你讲对无？啊，但感情的代志嘛，毋是咱两个直接讲来讲去都讲会准的啦。啊，不过我绝对祝福你啦。啊，开始啊！哦，照顶位安尼排啊吼。来，啊你三无通聊，我是要哪位？哦。在一起我就喜欢你。两年了后，我一定要跟明珠结婚，我要娶你们了。秋啊，你知影无？知影无？我就想要跟明珠进落去，啊，不过我无迄个胆。你的表情跟顶一遍拢无同款啊，较专业的好无？顶一遍。表情较严肃，较有力量，啊！一摆安尼嘴笑目笑来，都无正经诶。安尼无正经，啊，专业诶啦。哦哦哦。真心的，是吗？去找一挂小块所在，去耍耍耍的，好吧？哦，真牛嘛！秋啊，我今日吼袂当留你遮上晚的，明珠讲煮一挂好料，等我等你吃。嗯，好啦，要不你先去啦，我家一个啊。我行李哦，即阵有淡薄仔等你食饱，你来载我去吃头无？啊，好、哦，两下。嗯。牛噶。咱的感情哪会一起